第一项诉求是要求他们在我们李村民所设的风机不得近于1500公尺，我们要求比照德国标准。他们既然是德国公司，我们就比照德国标准。德国面积比我们大，我们比较小，我们就比照它的标准。第二个，在如果要设风机之前，必须要透过民主程序取得村民的半数同意。这是诉求第二点，你要设任何风机，你要取得附近相关，就是我们村民的半数民主程序的同意。第三，对目前最严重的距离村庄只有220公尺，我们那个五条港山只有220公尺，这次在动工的，目前在动工的这个基座马上停工，并且搬离机具。第三点尤其重要，这一支因为目前在动工，这一支它距离我们村庄事实上最近是只有220公尺，所以我们要求它立即停工，并且撤离机具，因为它从来不，它只有在上个礼拜五，在我们强烈要求下，才开了第一次协调会，一点诚意都没有，完全是偷偷摸摸的施工，完全之前都没有开过协调会，说明会通通都没有知会。通通都没有公开知会，